昨天晚上，谢娜晒出来了自己的健身照，露出性感小蛮腰，晒出迷人马甲线，引得网友纷纷点赞。照片中，谢娜扎着丸子头，身穿黑色小背心，配上黑色紧身裤，一脸迷人灿烂的笑容，对镜自拍，身材纤细，马甲线明显，非常的性感迷人。相比较怀两个宝宝快150斤的模样，她自己都怀疑是不是肚肚再也回不去了。现如今练出来了小小马甲线，果然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。之所以如此说，就是因为早在6月7日，她就公开挑战自我，宣布要3个月练出马甲线。而在宣布要锻炼的第二天，就开始重感冒，浑身没劲儿，还是坚持爬出来练习。可见这马甲线可不是躺着就能呈现出来的，绝对是日复一日的训练雕刻出来的。而在塑造的过程中，相信会遇到各种困难，也相信大家都有同感。而为了事业，不得不在生产孩子之后快速地恢复到生产前的状态，着实令人敬佩。也难怪每次看张杰参加综艺节目，提到两个宝贝女儿，都会讲到谢娜的辛苦，谢娜的不容易。也许只有他能体会到妻子在这段时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。